How did you find me?哎，我真的很想玩冬兵上单呢。Attention！ 那每次队友都不肯。啊，我中单的兵怎么好像要没了？你还被偷？我吐了，为什么不拉进里面吃？第一次尝试没有，第二次尝试还是被拿走了。这真的让人有点难以接受哎！哎 ，First KO， 你的野区要被录了。Protect ally turret。哎，没有死是在追着蜘蛛侠跑的哎，这基本上不可能哎。Got the shot lined up。Enemy hero has been defeated。一起打他啊。Enemy hero has been defeated。应该是反过来吧？怎么会有死士在追着蜘蛛侠跑的？哇！手指太粗没压到啊，我差点出大事。你又踢到哪里去？完了，没了。哎，可以可以可以，漂亮，不愧是猪猪侠。缺口药，再来。直接进你的盾。哎呦，吃到那一发塔。啊，好可惜啊！但要是那个扛塔的不是我的话，哎，好可惜啊。Got the shot lined up. Go, go, go! My soul will不得不说啊，瑟西真的很克我。大家别误会啊，我冬兵这把其实是想来打上单的，但是伊卡不让，不然冬兵的中单我已经出过太多期了。加油，再踢一脚，只有你可以贯穿他们。漂亮 ，beautiful。Retreat。
Got the shot lined up. Steady. 他很想摔你啊。 今天晚餐吃什么？醉鸡。这一卡死透了，这就是他抢我账单的成果吗？我做得好，我的calling card。 Enemy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 Got the shot lined up. Cover your ears. 我们不可能会把它放在眼里。绿恶魔从来就不是冬兵的对手。驱散还有二十秒，再等一下吧。 哦，好帅哦，这个瞬移，他想要瞬移开秀，想要把自己给秀死了。所谓的数值怪物就是这么一回事。Cover your ears. Got the shot lined up. 好帅哦！冰月花雪到底想怎么样？人这么多，他大招进来根本不可能会痛哦。很多人都以为冰月花雪只要开大冲进去，人就会死了。没有啊，目标太多的话是打不出输出来的。一发1500，罗总在接近我。 没有对手。 没有对手，冬兵中单永远的神。好啊，每次抢路的都这样一个一五一的战绩。想说玩一下冬兵上单哦，每次都是中单的素材，但玩到有点烦了。冬兵中单永远的神，这爽度十足哎。 玩过冬兵就回不去了，一剑清兵呢，大部分的中单都可以打爆啊。有哪个中单会特别难打吗？想一下，好像没有哎。难打的绝对都是打野来助你，就是被二打一这一点会比较难受。可是，一对一的情况下，有哪个中单可以跟冬兵打的？好像真的没有。你叫迷境魔来，迷境魔一定被点烂哦。不可能是迷境魔，奇异博士也不可能。主流的都可以打了，好像没有什么不可以打。最大的敌人就是对手的打野，要么就队友，没了。